情侣之间要长久的相处，就要多换位思考，体会对方的难处，这样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长长久久。那今天做饭就你来做，我做就我做。哎，对了，小林，那你呢？我今天帮你歇歇啊，你刚不是说要换位思考吗？我就去谈个事情吧。啊？怎么啦？我去菜场去买点菜，给你支点费用呗。要多少啊？你看着办吧。好吧。这么多啊，你看看啊。哦，够不够啊？够的，家里还有菜嘛，我就拿点青菜吃。哦，买点青菜，这个60有点多，这给我，这给我。这个好像给我的。你要不要？哦，要小的太好了。好了，你赶紧去吧，啊！哦，好，拜拜。哟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平原上那个老天爷，下雨又刮风啊。这什么好吃的？给你看一下，这是蒜蓉鸡爪，这是香菇炒肉，这是凉拌莴笋。还都是你最爱吃的菜心。哇，太幸福了！做梦的女人肯定幸福啊，不幸福都不是我的风格。哎呦，夸一下你，你还要上天了你。好难，哎，不是夸我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先出去等我，好吧？好。现在想你大人你能办。我这样子你会不会生气啊？我可能会生气的呀，家里面有一个好的女人就是事业最好的女人，只要风水好了，男人的事业才能风生水起，来了吃菜。